家好，我是奥运冠军李文文，感谢你们在比赛中为我加油助威。我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岫远做客，感受中国玉都生态史上的独特魅力。我在岫远等你们哦。看到奥运冠军李文文大力推介自己的家乡岫远，巡回团成员韦诗、小郑立刻决定走起我的岫远。岫远，我们来了。哥，岫远这地方我知道，产玉。哎，岫远呢不单产玉，岫远呢叫做满族自治县。满族？啊，对，它有满族文化，有满族的历史，而且呢最重要的还有满族的美食。那肯定有很多好吃的。那可不，但是导演组吧给咱们下个令，说咱们嘛到这儿来了，得找那飞翔的岫远人。有任务。对呀。飞翔的岫远人。我这看天看半天了，我说飞翔的岫远人在哪儿飞呢？我没听说过飞翔的岫远人，我就看过飞翔的荷兰人。哎呀，这导演电影是看多了。啊，咱们今天呢先去一个吃的祖宗的地方。那是去那儿了你就能知道，哎，吃是咋来的，吃是咋回事的。那我知道了，博物馆，对不对？哎呦喂，你是吃饱来的吧。哎，苏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晚上好。哎，走，那里边请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在岫岩有句话叫做世界的玉，岫岩的宫，说的就是岫岩的玉雕工艺。岫岩玉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，而在吃货眼里的玉文化博物馆自然少不了美食的主题。真好。哥，你能做几样出来？我跟你说哈，嗯，玉好是一个方面，能工巧匠是另一个方面。阿妈，快来吃饭呀。哎呀，旺哥哥，那咱们今儿吃点啥呀？咱们今天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哎呀，快别抱了吧，我都饿了。这些要是真的该多好呀。在孙立国老师的引荐下，巡回团遇见了这样一对组合。二位好。哎，又打扰打扰啊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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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一天做多少道菜啊？现在顶多到72道菜。72道了，我算算啊，还差，有些手指头有点不够用，还差30多道。那你现在拿手的菜是什么？就拿手菜那扒肉，扒肉，就刚才说的那个阿玛尊肉，尊肉。它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满族人的那个口口上传的，它叫努尔哈赤黄金肉。哎呀，这菜我了解，这都是专业。姜文师傅也在研究这个满汉全席。对，我也在做，我也是厨师，然后呢，我也愿意做这个菜。同行与同行。行了，那您先咱俩交流交流。看到您应该有时间吗？您有。没有时间吗？有时间吗？您有。你单位上班不？一会儿去咱就。咱一会儿就过去弄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上你单位，对吧？我给你也露一手。还可以见识见识。哎呀，我也有口福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求之不得呀。那老师一去，然后你给我们的菜点点评。你呢就做你的那个阿玛尊肉，我呢给你做一个什么呢？努尔哈赤黄金肉，它也是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菜。哦，太好，行不行？太好，行了，那咱们说走就走。我看看我哥和梁师傅谁厉害。哎呀。从身材上比吗？还是从脸上比？一名满族文化学者，一个酒店大厨，他们的目标就是用当地的食材做出一整套属于岫岩的满汉全席。王师傅，今天姜老师给你发大碗啊，刚刚做好的，刚刚做好的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有眼福，好吧吗？你看这阵势啊，你看这状态，皇家的菜肴啊，特别的讲究。四干果，四蔬菜啊。四干果，四鲜果，四小菜，还有八碟八瓣，是吧？啊，真香！哎，旺旺，以后啊，你这作为大哥哥，对不对？你结婚了以后吃个定亲饭，阿妈亲自给你整这么一桌，你看怎么样？谢阿妈，到时候我们亲自做，要吃。从博物馆来到梁峰厨师工作的酒店，梁大厨一下就先让巡味团成员开了眼。不过这桌美味佳肴是有客人预先定制的。
徐妹团要想一饱口福，还得两位厨师亲自出手。行了，太够用了，太够用了是吧？为了跟你学手艺，我也算下了血本了。来吧，啊、正好我刚做扒肉，做扒肉，扒肉就是阿玛炖肉，哎，演面来的扒肉啊，明白。一个努尔哈赤黄金肉，行啊，你这个主持人出行了，你这怎么一讲呢？哎，我是一个厨师出行了。你这主持人出行了，做厨变成厨师了，你可以这第二职业了。那可不，其实吧，都是做菜啊。然后呢，我也特别敬佩你，咱俩呀一会儿再唠这事儿。行，我给你料啊，料我给你准备好了。行，然后那个这个刀你给我收一下，我用不用的带来的刀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多专业，你瞅。多专业是吧？太专业了。对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啊。我现在要做的是努尔哈赤黄金肉。姐姐，你现在。我承认你是厨师了啊！再说一遍，来，你当着电视机观众朋友们，对吧？你说一遍，我是不是厨师？这个真厨师啊！真厨师，真厨师！二三。哎呀，辛苦了，来，您请，好，这是梁叔做的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，你看看来了，你听曹操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放这儿，这是王师傅做的啊，哎呀，那有口福了啊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咱们入席吧，品尝品尝，啊，哎呦，棒棒哪去了？哎，曲老师和梁老师也在，二位拜拜好。哎呦，上一道这四世同堂了啊！是啊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呦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这格格啊，这格格，哎呦我的天，你这是要出嫁吗？好看吧？这是要出格是吗？梁师傅呢，就是说按照传统的一种做法，是吧？再回过来看你做这道诺尔哈赤的黄金肉，哎，你看。就是说比较现代化，但是咱说吧，做菜呢属实不易，太辛苦了。你瞅我这满身都是疤，当年学厨师的时候刀工啊把手切的。你看梁师傅，梁师傅，你咋哎我天，他那个就接近毁容了，流汤了。对，这都是啊。所以我说吧，厨艺这个事儿啊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辛苦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种传承，一种坚守。徐妹团的小郑锦上添花，他端上来的是当地特色菜四世同堂，食材取自当地做蚕，由蚕变蛹，由蛹变蛾的四个阶段。在过去，这可都是宫廷里的食材。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一整天的阿玛尊肉和努尔哈赤黄金肉，还是两位有理想的大厨亲自制作，再加上曲老师民俗文化的解读，这一顿升级到满汉全席概念的大餐，大家真是吃到灯火阑珊，聊到酣畅淋漓。你说这飞翔的杏仁能不能就在这里面啊？这个有可能、啊、来，大家喜欢的可以双击一下屏幕。有饺子吃没啊？哎呀，旁边这个好感到点了，来，晶莹剔透，吃绿的。对，你觉得我们是为什么来的？为了这个美丽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辽宁风物的主持人一彤，您信赖的好物分享官。这春季啊，可是补氨糖补钙的黄金期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团拼是大厂家生产的氨糖软骨素钙。
软骨硬骨一起补，护关节，增加骨密度。原价125元一盒，现在呢只需要29元一盒，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快乐团拼。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，还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一组3盒氨糖软骨素钙，额外赠送您价值218元的氨糖霜一支。这氨糖霜外用，透皮易吸收，这个黄金组合可以说是内外双补，好用易吸收。每天啊只需要2.9元，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，进入到快乐团拼的公众号，领取京东惊喜购物券，直接可以当钱花。这个氨糖软骨素钙每100克的含钙量高达了12克，而且啊有6种骨元素全面修复，再加上外用透皮易吸收的氨糖霜，原价593元一组，现在呀您只需87块钱就都能带回家了。这一个月的量算下来每天只需要2.9元，87元给自己给爸妈一个说走就走的骨健康。原价125元一盒的氨糖软骨素钙，快乐团拼现在3盒只需要87元，而且啊还送您价值218元的外用氨糖霜，但是只有600个名额。想要省钱的各位抓紧时间，扫描屏幕上的快乐团拼二维码，或者拨打抢购热线即可下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回味着昨晚的肉香，徐妹团的韦诗和郑旺打算去早市溜达溜达。哎呦我这大早市啊，真热闹啊！我一点香味都没闻着，我饿了。哥，你说昨天我们吃了飞翔的阿曼炖肉，飞翔的满汉全席，飞翔的八大碗，你说这飞翔的炫人能不能就在这里面啊？这个有可能，这万事皆有可能，但是飞翔的秀艳人保不齐一早上出早市搁这卖玉，有可能他们把玉卖到全国各地，那不也飞起来了？对。不逛不知道，一逛真奇妙。在秀妍一说逛早市儿，那就特指的是玉石交易的早市儿。要知道秀妍的玉石产量和销售那可是稳稳的全国第一。哎呀，我咱们来呀找飞翔的秀妍人来了，没看着，看着卖玉的小事儿了。这就叫飞翔的荷兰人把生意做到全世界，飞翔的小郑把玉卖到全世界。来，大家喜欢的可以双击一下屏幕，然后告诉我喜欢哪一个，然后我给大家具体的讲解一下。还是很专业的啊。哎，这个玉晶莹剔透的，有点像玉雕的水饺。哎，这怎么还热乎？这是饺子，这是饺子。这是我的早餐，这是我们秀妍特色小吃粉饺。粉饺。粉饺。我以为这是玉。大姐早餐。这是我的早餐。啊。我们在早市啊，第一次看着有吃的哈。我吃了一次。终于在早市发现吃的了。吃饭，所以订的早餐。哎呦我，早餐真假的。你看看秀妍卖玉真有钱，一早上吃饺子，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，怎么没尝上？这是哪家的呀？这个出门左拐就有一家。是吧？对，大姐太少了，还不够瓜子儿的呢。你说吃仨俩个的，大姐也吃不饱，你说咱也吃不好。每人尝一个。就门口那块是吧？哥，你带我去吃呗。对，我们出去吃去。不吃我的。啊，不吃你，给你留着。对。啊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啊，温馨满足情，地道家乡味儿。哎呦我天，就是没有饺子吃没啊？有。哎呀哎呀，大姐啊。哎，你好，老弟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看大姐多喜庆，是吧？啊。把这饺子，他
是啊。哎呦，这气势一下就上来了，是吧？这是咱我做这个东西比较有自信。这是咱秀妍的特色吗？是咱们秀妍的特色。这也是老辈传下来的。对对对，属于满族文化的。我们早上在那个早市上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说哎，就像你家吃粉饺，就你家粉饺最好吃，对对对，叫正宗。对，我们真就算是慕名而来呀。啊，对。你觉得我们是为什么而来的？为了这个美丽而来。嗯，你小瞧我们了。我们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对，我们还有别的想法。有什么想法呢？其实我觉得吧，如果说，哎呀，你能够教教我们。对吧？让我们也学习学习这种咱们秀妍的粉饺的做法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更完美了。可以，真的，我可以教你。咱可不能嘴上说一套办一套，不能不能，是吧？就冲帅哥这个长相，美女这个长相，我教了。你俩就给我求点菜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地方，你去求。对啊。求一个当地这个，就像我所刚才说那个黑沙芹馅，求个那个，完再求个黑毛猪肉。来，这回要求两种食材，对呀、啊，知道吗？你一种，我一种，因为它不在一个地方，嗯，是吧？然后咱俩分下工呗。哦，你取什么？我取菜吧，我觉得芹菜我能认出来，觉得芹菜我能认出来。芹菜我能认。我取猪呗，我取猪呗，猪呗，猪呗。对对对，就我就按身材分的呗。你取肉。我取肉，我取菜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听导演组说了，那取菜的地方可远了。我腿长。你腿长啊？你真是英明，真是导演组肯定不会给你背锅，你就得腿儿去。玉珠扒黑珠，黑珠鲜肉铺。哎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不就这儿吗？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大哥。哎，你好。哎、你好，你好。粉饺店的大姐让我过来取猪肉来了。啊。就是那个，啊，然后那个秀香厨那个啊，粉饺啊，那是我们那个老主刀了啊，今天你过来啊。我说的嘛，这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家还算好找的呢。哎、啊，我的妈，这是。哎，羊肉好在哪？他为啥跟你家订的呀？咱那肉啊，这里面的话生产雪花肉。啊。哎，你们可以看细看的话，这里面瘦里面沉起肥字儿，这个大理石上花纹特别明显。哦。啊，所以这样式的话，包饺子的话吃起来的话一点没有那个发柴发硬，有油韧度那种感觉。啊。哎，你这凝脂是干啥的呀？这是我们正常我们猪里面是为添加的东西。就是养殖猪的时候，它的饲料。你们就给它配灵芝，对对，配灵芝。为啥配灵芝呢？因为灵芝不是提高那个机体的免疫吗？嗯。咱那个猪啊，从出生一直到我们屠宰那天，一点药物都不添加。吃灵芝不生病。对呀、啊，吃灵芝，还有咱们还格外往你加大枣，啊，补气补血，啊啊。这是猪补气补血。对对对。真给猪吃吗？真给猪吃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我的天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那你可以有机会到我猪场看看，是吧？那、选日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儿得了呗。那好啊，你领我去看看去。可以可以、啊。那好的话，我这么的，我给你宣传。导演组啊，还是给我配车了。我这个任务上写的是出城左转15公里。于师傅，15公里，出发吧 ，Go Go Go！ 这跟我城里的空气就真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任务呀，也算是一个偏得，就相当于小镇的乡村一日游了。我觉得伟师哥离这那么近，一定没有我这个有意思。怎么这么远呀？哥，我是不是走错了呀？哎，姐，我问一下，这是张家堡子不？这不是张家堡，张家堡离这挺远的。离这儿，这个地方叫石佛窑镇石佛窑村，离这儿挺远的，大概多远呢？就10好几公里。出门左拐1.5公里。
出城左转15公里。于师傅，15公里，出发吧 ，Go Go Go！ 哥，我刚才听那个姐说，这个地方也有大棚，你说我用这个大棚的菜代替那个山野菜能行不？我觉得我可以去试试，要不然再返回去就好久呀。叔叔你好，你这是山野菜基地不？我们这个棚子啊是华子菇，种植华子菇。这个是给猪吃的豆饼，哎，把油脂都炸出来给猪吃的。我知道，小时候家要养猪都是。对，这是最好。它得是给母猪，一般公猪吃不着。对对对，因为下崽子。是，嗯。还放什么玩意儿？放大枣粉。啊。对，就是大枣磨碎之后，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补气补血嘛，啊，嗯。这色你要不说是枣粉，我都看不出来。啊。都是也是经过那个大枣磨碎之后，嗯，加工成，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这还得往里加灵芝，嗯，嗯，灵芝到时候会我们会磨碎打碎之后，嗯，提高猪体的免疫力，嗯，就是一年咱那猪啊都不得病。就你每天都得吃这一块。对呀，每天都吃。哎，这个猪是什么品种啊？这个猪啊叫巴黑猪，巴黑猪啊，是我用13年这个临床经验自主研发的新品种。这家伙，这猪有什么特点？这个猪啊，它主要特点是生产雪花肉，雪花肉啊，肥瘦相间，五花三层。哦，哎，吃起来口感就是不柴不硬。是。最大的一头猪有多大？最大一头有600来斤。600来斤，哪一头猪啊？像那头猪，就是那个啊，这头猪就已经。有600来斤啊，对啊，它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个也是说白像银似的啊，有的可能说就是愿意长啊，有的就是说长得慢，有的长得快。你说谁呢？这话里有话呀，你明显。你看我们这个猪啊，首先我们是有个大自然这个氧吧，天然氧吧，而且我们这里面我喝的是山泉水，再加上我这喂的是灵芝和大枣，啊，所以说咱这肉啊，不单纯吃的是香，而且吃的是健康。你平常是也拔草喂猪不？对对对，也拔是不是？也得拔草喂猪，那猪吃的不只是灵芝和大枣，还有山间的百草。1.5公里被我看成了15公里，不过无论是华子馍也好，山野菜也好，都是咱秀园的特色，都是妥妥的香味儿。接下来啊，我的目标就是山野菜基地，走吧，出发吧，这回一定不会搞错了。秀山真山野菜基地，我可算找着了，有人吗？哎，大姐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问一下，就是粉脚店家的野菜是您家的不？是俺家那家买的。我可算找着，我是来取野菜的。啊，俺家老头来里边都采好了，我领去。啊，我可算找着了。终于来到了山野菜种植基地，而开创了这片产业基地的农民孙东大哥，此时正在田间地头兴致勃勃地录着短视频。网上那么多人晒房、晒车、晒钱，有能耐你出来晒晒太阳。轻轻的晒，它能够覆盖；如果暴晒，晒到爆皮，那才叫蜕变。我们农民天天晒，晒的是农民的心情，晒的是农民的快乐。老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位小明女士。哎，孙大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妥妥香味品味团的成员小郑。粉脚店的大姐啊，让我上你这来取食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非常欢迎你啊！我可算找对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10多年前，孙东突发奇想，从山里把野菜的根挖回家，种在了自家田地里。10多年过去了，这种绿色天然的消费理念，使得孙东的山野菜销售遍布全国，供不应求。谢谢你了，孙大哥，我这我送送你，我送送你。我突然又想起两道嗑，妥妥的香味不一般。找我老孙很简单。大哥，我给你接两句啊。秀园山珍可不是草，上了餐桌呀，那全是宝。好，
那是那个，我得赶紧回去交任务了啊。欢迎你下次再来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算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我长得有多辛苦。哎呀，你也不知道我长得有多味儿啊，我这点肉长的。走吧，咱俩快进去。走，交任务。学习。姐，你看我们的队服。对啊。对对对对。你看我酒的队装。对对对。哎呦。就是时间有点长。哎那个什么，你别走。啊。那我们能跟你学做分家吗？必须的，先说答应好的吗？好了，你看看，啥活都不白干。是，好吧，我去准备啊。大姐，你干啥去了？去烧水烫粉了吗？哎呦我，哇，开水，对对对，烫这个粉必须得用开水。咱们这个粉呢是什么呀？你是我的阿玛。阿玛。你说我这录个节目哈，然后一会儿功夫我长好几辈儿，对吧？然后在你这儿了，对吧？我是徒弟，对吧？在他那儿了，我就变成阿玛，又一会儿大哥，一会儿我都有点懵了，我究竟是谁？这我们自己亲自带回来的猪肉，我自己采的野菜，包出来的饺子味道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肉香。太漂亮了哈，小桥流水啊，灰瓦白墙，我都感觉我不在秀演，既有美食又有美景，又有美景，还有美人。这不就是飞翔的秀妍人吗？我们这个猪啊，好吃，不单单吃的是香，而且吃的是健康。好吃，你配得上这小馋猫的长。满天的烟花象征着我们的日子，活着呢。粉角属于粘食，没少下肚的美食和小证还得多溜达溜达，有助消化。粉角店的老板娘推荐了这样一个去处，出县城十公里，有着美国江南美誉的秀岩水巷小镇。真漂亮啊，真漂亮，秀岩水巷，梦里故乡。哎，太漂亮了哈，小桥流水啊，灰瓦白墙，我都感觉我不在秀岩，可不，有点在南方江南水乡的感觉啊。没想到咱东北也有这样的江南水乡。哥，你看咱这刚吃完粉饺，吃过饭，来这儿逛一逛，心情多舒畅呀。那可不，既有美食又有美景，有美景，还有美梦。宁静的水巷突然传来太平鼓紧密的节奏，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这满族太平鼓舞蹈可是省级的非遗项目，不过对于寻味团的美师和小郑来说，那当然只能是外行看热闹。就是腰上围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腰铃，就自己就给自己带那什么了，带乐器了是吧？就围腰上是吧？哎呀妈，这啥玩意儿？这啥呀？这是？这举不上。举不上我也能跳，你看看啊。啊，哎，这个鼓有什么讲究啊？啊，对，它叫太平鼓，太平说太平嘛，啊，它叫太平鼓，对，太平鼓，啊，大是我们这个舞蹈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，啊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啊，哎，咱们都是满族人吗？啊，都是满族，那咱们满不满族啊？满足，是吧？我们的生活团团圆。不成书，只见美师小郑一抬头，那可真是天空飘来一行大字儿。哎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嗯，从 S 弯就下来了啊？哎，怎么折回去了？没有啊，他是想搁这看看一看山的风景。哦。
太好玩了，你想玩一个吧？谢谢了，是吧？这不就是飞翔的秀妍人吗？咱俩是不是找着任务了？嗯，我觉得是。我觉得是。太美了哈！收获了美食，我知道了粉饺，啊，我知道粉饺用的猪肉是他家的，啊，而且呢，我还跟您呢还有梁楚，梁楚因为晚上有饭口，对，啊，所以说呢没来，啊，我跟哎，我能坐，嗯，我一起探讨了满汉全席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是第一大荣幸，第二大荣幸，我说吧，光吃你们的了，今天我们也做回东，对，请你们咱们聚在一起坐一坐，唠一唠，吃一吃，喝一喝，让你们也尝一尝我烤串的手艺。嗯，好，太好了。哎呦，你们都能来，我真是我们俩呀，小辈儿非常荣幸。哎呀，今天咱们吃这个串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正儿八经的笨猪肉，黑猪是不是？八黑猪，八黑猪，我们当地叫黑毛猪。啊。你说这个烤串啊，是不是也很有讲究？啊，对呀，这得有基本功啊，对吧？炙烤啊，是中国最早的烹饪方法。嗯。最早呢，发现了火之后，人们开始吃熟的了。最早的烹饪方法就是吃什么呢？吃烤肉。哎，所以说，但是现在我们吃烤肉也有很多讲究。很多人吃烤肉那个炭呢，没等烧红呢，就去烤了，容易致癌。啊，所以说我们用炭呢，都要把铜炭烧得特别红，砸碎了薄炭、碎炭，这种制烤方法。秀妍黑毛猪也是品牌呀、啊，兄弟。大哥，我在这做的啊，全是品牌，各个品牌。秀妍的几大品牌算是到齐了。啊，这个秀香厨的老板娘，哎，好好，哎，你好，老板娘啊，包的那个咱们那个粉饺啊，那是幸福的味道。这位。谢谢啊，吃猪肉想着我野菜。对，秀山真的啊，老板，山野菜老板。对，这位啊，咱们的华子馍大当家，不能合作社啊，不能合作社。吃蘑菇找我行，吃蘑菇找你。那你这玩意儿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是怪我失策了，我没见着你，我刚刚才见着你，我要早点见你的话，我是不是？是啊，咱们就弄一蘑菇宴，是不是？可不咋的。其实我琢磨啊，吃什么不重要，为什么选择肉串呢？代表着日子红红火火。串儿好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